收看咱节目的好朋友，各位甲友，各分会会长，大家好早，大家好。今仔日是由咱达辉船队所举办的南海春啊季一礼拜一关赛卫星连线直播的节目，欢迎对赛甲运动有兴趣的朋友做一阵来收看。今仔日是2021年3月7日，由咱达辉船队所举办的南海春啊季一礼拜一关赛，今仔日进入到正关第一关的比赛，咱棒杯的距离是为遮到高雄港210公里，加咱顶边资格里，加咱资格里加30公里，加30公里，即摆咱就来看咱现场的气象。今仔日的天气晴多云，好天侪云，方向是东北风，风力同款无大，风力四级是小型，能见度目前有13公里，空气温度23度，咱搁一处，甲咱甲你有报告吼，今仔日天气是晴多云，风向是东北风，风力四级，小影吼，风力四级，影是小影，能见度十三公里，经过着资格一甲资格二的考验，咱今仔日正式进入着咱正关第一关的比赛，希望咱的爱甲，伫咱教练精心的调节下，每只鸟拢加紧神经，会当为今仔日摕下真好的成绩，咱即马所看到的是咱当兵的天气，目前日花啊，日花啊已经出来啊，影嘛无大，咱即马目前船是顺应咧赛，所以咱的船后，咱的船后是台湾的方向，为着应大，浪较细，应大为着咱船顶工作人员的安全，咱顺应来赛，所以咱的船后是台湾的方向，来，即马利用一点的时间，咱工商服务一下，咱上老上久的历史，上届本土的分教的强力员分教的强力员有分赛甲专用整甲专用、幼甲专用三十年的实战经验咱毛行销到全世界主要。来，咱即马入来看咱的卫星 GPS。来，咱达飞船队今仔日是正关第一关的比赛正关第一关的比赛，咱所设定的
放鸟的经纬度吼，东经118度29分，东经118度29分，北纬21度35分，哦，北纬21度35分，哦，为咱遮距离高雄港有210公里，210公里。来，咱即马来看，咱即马目前吼船仔的位置，咱即马船仔的位置吼、哦、是北纬21度37分，21度37分。来注意看小数点吼、哦，一直一直降，一直降吼、哦。来，东经，东经118度32分，118度32分。哦，来注意看咱的小数点。哦，嘛是一直降，豆豆降。哦，咱船啊，即马目前的位置，哦，船后，船后是咱台湾的位置。咱即马顺应赛，哦，顾着咱船顶工作人员的安全，哦，闪烁的风电，就是咱即马船的目的。拍十二只，是咱设定的放个点。好、哦，咱即马。参咱的报告点，哦，第七点，哦，第七点，准时，哦，准时重叠，哈、哦，准时在七点准时放假。来，咱今麦过来看咱的 GPS 哈、哦，红色圆点，哦，红色的圆点是咱今麦船啊目前的位置，哦，这就是咱设定的报告点。哦，你看那些红线左右摇晃，哦，但是左右摇晃，哦，咱的涌较多啦，吼、哦。来，关顶，哦，这是关顶，这是北平，吼、哦。咱的油船，吼、哦，咱的油船，吼、哦，咱的北角钓一只油船一只，吼、哦。伊伫咱的顶关，就咱的北平，吼、哦，偏北平，吼、哦。这就是咱设定，吼、哦，今仔设定的半个点，哦。个重复，甲咱接，甲咱个甲友报道一摆吼。北纬21度35分，吼、哦，北纬21度35分。东经118度29分，东经118度29分。来，咱即马吼来看咱个海图吼、哦。哦，咱是有。搭飞船队吼来承载，哦，咱一只非常非常吼、哦，再一次甲咱董事长吼，郑、哦、董事长吼、哦，感谢一下吼、哦，啊，搁咱的南区总顾问吼，沈顾问吼，来，这是咱的东平、东南、西北吼、哦，东平吼、哦，这是高雄港吼、哦，高雄港。今仔日咱冬季第一关呢，咱设定的放假点一只，东北风为遮吹过来，吼、哦、是正正风，是正正风，吼、哦。头拄咱伫卫用雷达 GPS 吼、哦，有看到游船伫关顶，吼、哦，吼是伫咱的偏北边，因为遮是北边，吼、哦，东南西北，吼、哦，遮是北边，吼、哦，伫咱所设定冬啊季的放假点的北边。各分会的会长，大家好早，大家好。今仔日是2021年3月初7，哦，咱今仔来举办南海春啊季主正关第一关的比赛。哦，即马等来开始验风条证书，伫我后壁即位是各分会。
派出来啊，甲水传人员，吼、哦，咱即马开始来验风调。啊来，来，请等第一卡人，来啊甲人员，吼、哦，李先生，来，请等第一卡人，第一条风调，风调号码 A。A 四九八二，来看风调吼，风调完整了吼，风调完整，咱加来清电话，第一卡人，第二条风调，风调号码 A 四九八三 ，A 四九八三。来，咱看风调吼，风调完整吼，风调完整，咱教哦。来，来，清晨第二卡人，第二卡人，第一条风调，风调号码 A 四九八空 ，A 四九八空，来看风调哦，来风调完整哦，哦，风调完整，咱教哦。来，清电话，第二卡人，第二条风调，风调号码 A 四九八一 ，A 四九八一，来看风调，风调完整哦吼，来风调完整，咱教哦。来，来清电话，第三卡人，清电话。第三卡人，第一条风调，风调号码 A 四五八八 ，A 四五八八，来看风调，风调完整哦，风调完整，咱教哦。来，请电话，第三卡人，第二条风调，风调号码 A 四五八九。A 四五八九，咱看风调哦，哦，风调完整了哦，吼，风调完整，咱教哦。来，来清电话，第四卡人，来清电话，第四卡人，第一条风调，风调号码 A 四九八八 ，A 四九八八。来看风调哦，哦，风调完整哦，来风调完整，咱教哦。来，来清电话，第四卡人，第二条风调，风调号码 A 四九八九 ，A 四九八九，来看风调哦，风调完整哦，哦，风调完整，咱教哦。来，来清电话，第五卡人，清电话，第五卡人，第一条风调，风调号码 A 四九八六 ，A 四九八六，来看风调，啊，风调完整哦，风调完整，咱教哦，来。清电话，第五卡人，第二条风调，风调号码 A 四九八七 ，A 四九八七，来看风调，啊，风调完整哦，来风调完整，咱教哦，来，来清电话，第六卡人，清电话，第六卡人。第一条风调，风调号码 A 四九八四 ，A 四九八四，来看风调哦，风调完整哦，来风调完整，咱教哦。来，清电话，第六卡人，第二条风调，风调号码
A 四九八五 ，A 四九八五，来看空调，啊，空调完整哦，吼、哦，空调完整，咱加哦。冰凌会第一卡人来，冰凌会阿教人员阿星，大家好。来，冰凌会第一卡人，第一条空调，空调号码306264，306264，来看空调，空调完整了哦，吼。空调完整，加来。冰凌会第一卡人，第二条空调，空调号码306265，306265，来看空调，空调完整哦，空调完整，咱加哦。来，冰凌会第二卡人，冰凌会第二卡人，第一卡空调，空调号码306267，306267，来看空调，哦，空调完整哦，吼，空调完整加，来。冰凌会第二卡人，第二条空调，空调号码306268，306268，啊，咱看空调吼，空调完整哦，空调完整，咱加哦。来，机密会，哦，咱的。水泉爱国的话，哎呀，好家伙，大家好。来，机密会，第一条空调，306154，306154，来，水泉哦，空调完整哦，空调完整，咱加哦。机密会第二条空调，空调号码306153，306153，来，咱来看空调哦，吼、哦，空调完整哦，来，空调完整，咱加哦。在吃了一碗饭。哎，各位代表、各分会会长，以上看到的，就是咱今仔日严风调，哦，啊，全部船顶的风调拢完整，哦，今仔日，哦，自昨暝咱出船到即摆，拢无落雨，吼、哦，啊，即摆时间大约也是。透早5:50，哦，天色也未光，哦，天气大概看起来吼、哦、也是袂歹啦，吼、哦，哦啊，啊，谢谢，慢点点，嗯。以上吼、哦、是今仔日透早吼，咱参咱的水甲阿甲兵员吼严风调的情形吼、哦，咱船顶全部的风调拢是完整的。即马吼，
咱先为咱的西平哦，为咱的西平看一下咱今仔日的天气。利用半角前一点仔的时间哦，各家各位甲友报告，今仔日咱半角地的天气状况。今仔日天气是晴多云，好天济云，风向东北风，风向东北风，风力四级，风力四级，硬是小硬，哦，硬是小硬，能见度13公里，能见度13公里，空气温度23度，空气温度23度。咱头都有讲过吼，咱今仔日是小硬吼，小硬，但是长浪吼，长浪顾着咱船顶所有工作人员的安全，所以咱今日透早是顺应赛吼，顺应赛，咱准备对着咱的台湾吼，咱准备对着咱的台湾。即马甲板顶的工作人员啊，伊咧就定位啊，吼，伊咧就定位啊，同款佮甲咱。诶，甲有报道哦，咱船顶的安全措施，比如讲咱油甲咱诶人啊，同款拢包着泡棉哦，粉胶放出来是走廊哦，咱同款有看网啊哦，护栏哦，同款包泡棉。咱即马伫班长的带领下吼，工作人员吼，一一开始咧就定位啊。天色看起来比咱主隔离，吼比咱主隔离更多，吼更多有较光，更多有较光。虽然即马目前咱看起来西平吼、哦、西平了较暗，哦西平看起来了较暗，但是透光度吼、哦、透光度袂歹。咱东平吼豆豆说，咱东平吼日花啊，东平的日花啊吼已经有出来哦，吼东平日花啊已经有出来啊。希望着今仔日哦，天气的加持之下，哦，咱的爱甲拢会顺利，拢会顺利对咱的厝哦。即马时间来到6:54，6:54，离咱。半个时间也要6分钟，离半个时间也要6分。浪较大吼，注意安全哦。来，咱即马来，咱即马来看咱 GPS， 咱即马船啊目前的位置吼、哦，同款红色圆点，哦，红色圆点是咱即马目前船啊的位置，头前三个点
哦，是咱设定的放歌点，哈、哦，咱设定的放歌点，咱即马伫七点的时阵，哦，伫七点的时阵会重叠，哈、哦，准时，甲准啊塞来，咱的设定放歌点，哦，咱设定的放歌点，伫咱馆顶，哦，他都有讲过是北平，哦，东南，哦，东南西北，哦，北平，哦，咱的准啊一只，哦。关顶，这就是咱游船，伫咱的船啊点偏北平，吼、哦，船啊点偏北平。咱这个咱设定的放个点，经纬度是北纬21度35分，东经118度29分，东经118度29分。哦，咱伫七点的时阵，会准时重叠吼，改咱搞咱的北角点吼、哦。来，咱即马注意看吼、哦，咱即马船啊，目前的位置吼、哦，北纬21度35分，吼、哦，小数点慢慢一直在减少，吼、哦，就是慢慢啊要接近咱的北角点啊，吼、哦，东经118度29分。东经118度29分，哦，那赶快注意看咱小数点，哦，慢慢在减少，哦，慢慢来减少哈。咱伫七点的时阵，诶，准时到咱的北角点，哦，七点准时会来放角。来，咱即马来咱的西边，哦，东边，哦，歹势哈。咱即马来到咱的东边，看咱目前东边的天气，哦。东边这边日花啊，哦，日花啊已经出来啊。能见度嘛有较好啊，能见度比咱租界里的时阵加足好个。伫日头光，在日头光的加持下吼，咱希望今仔日吼，咱的爱情拢会顺利，等于咱的厝吼。即摆时间吼，即摆时间是6:57吼，来58分，离放假时间也2分。佮咱的甲友报告一下吼，今仔日的天气晴多云，晴多云，东北风、东北风四级，小影，能见度13公里，能见度13公里，空气温度23度。空气温度23度，离放假时间还一分。离放假时间还30秒，20秒，10秒，5秒。4秒、3秒、2秒、1秒。
参咱预测的吼，一模一样吼，爬出来，吼，和东北风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吼，即马目前爬出来，伫咱的左旋吼，东边吼，东边。目前也在拍鼓，也在找方向。哦，在上东边，在上东边，哦，有成一个集团，哦，有一个集团，哦，这阵较大阵，把它拆开啊，分作2、4、5阵，搁咧也搁伫咧盘旋。有个底下的架吼，有底下的架咧找方向。离咱准备吼，即些灯吼，赶快咧盘旋吼。当兵的天吼，当兵的日头更较炎吼，看会当较紧找到方向袂？现在形成圆圈圈吼，底下咧拍鼓。哦，有一吨比我悬啊！在咱左船头11点钟的方向吼，11点钟的方向吼，一大吨。搁较远的所在哦，有两大吨，爬足悬的，有两大吨爬足悬的，同款全部的鸟吼，目前。吼，即摆拢也是同款，伫咱的东边吼，东边。持续吼，持续慢慢的伫遐咧找方向。现在在准备慢慢地在那里盘旋、哦、大集团游玩、哦、在我们的船内九点钟方位、哦、北京馆、哦、持续在盘旋。来，即马全部爬来，甲咱船后吼，船后的方向。有爬有分做三站啦吼，后大海面的，后中站的爬伫中站的，后爬足悬的，分做三站的鸟。同款左右来回吼，同款爬来爬去。也搁咧找方向，
进的时间吼、哦、7:05吼、哦、左右吼、哦、出来，分照放出来到进才5分钟尔，所以无日头光的情形下吼，无日头光的情形下，咧找方向，咧找方向可能会较慢吼，赶、哦、快持续伫咱的船后吼。哦一看到白来船的船顶，赶快一直做盘旋咯、哦。赶快吼，赶快持续哦，伫咱船船尾哦，伫咱船尾哦，我只一大吨吼、哦，一大吨为船尾爬过来。来，咱即摆船啊吼，豆豆咧洗头啊吼，即摆伫咱的右舷吼，右舷哦，当兵吼，即摆咱船啊已经咧洗方向啊，所以伫咱的右舷吼，伫咱的右舷吼是咱的帮当兵，即摆鸟啊，大部分吼，大部分吼拢伫咱的。船的右旋，赶快分这三个层次哈，后背足悬的，哦，后背足低，哦，后大海面呢，哦，赶快三站脚哈，赶快背三站脚，哦，看是倒一站的脚，哦，较紧找到方向。现在似乎看起来我们船头往台湾的方向，鸟啊都在我们的船头啊，哦，鸟啊可能偷偷找到方向啊，虽然是东北风季风，但是鸟啊现在哦全部都在我们船头的方向哦，船头的方向应该是持续哦，持续有找到方向啊！伫咱的1:00、2:00方向，正高的所在哦，有三顶鸟，慢慢啊爬出去啊。头前有一顶哦，带领哦，哦，尾啊，搁一顶搁带去啊。哦，照你安尼看起来。应该是有两大批鸟吼，两、哦、大批鸟已经先出去啊，找到方向先出去啊。
画面上咱看到的右下方吼、哦，是咱伫集合场吼的情形。啊，咱平面较平面吼，咱等咧。来，即摆外口哦，咱的鸟啊，持续吼、哦，伫咱的船头哦啊，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哦，吹来船后哦啊，再去豆豆飞位船头哦，即摆受哦。哦，今仔日哦，勇大哦，真高兴哦。浪小勇大啦哦。哦，赶快在咱的船后哦，慢慢啊渡。咱这两抓水果菜拢飞得袂歹吼，所以阁有六卡浪吼，连咱阁六卡浪。咱这排只卡是奇米吼，奇米正等咧饲料吼，正等咧饲料。搁爬来咱船头啊！哦，搁有风吹位，咱的船后啊！受到风的影响吼，即马目前搁甲吹，甲即规吨鸟拢吹去船后来啊！即款看鸡米的料拢拢好啊，即款当咧食米吼，咱即款饲的是平民吼，平民第一卡人，即款当咧饲米吼。今仔是咱第一关的比赛，哦，分数对咱的爱甲非常的重要，哦，希望咱希望伊打起精神，哦，较紧倒去厝的分数，哦，对咱的影响非常的大。现在大林鸟大林鸟同样在船后豆豆飞向我们的船头用哦，不止阿多啊！似乎看起来，即摆风物流有较透吼，所以咱的鸟啊，是慢慢啊向台湾的方向慢慢啊渡。豆豆飞吼，飞来船边，这个飞来船头，哦，啊，这个风。个吹船后去，有个粉鸟哦，已经大水面哦，已经大水面。哦，咱即马来咱的右旋。来，咱即马伫咱的船内右旋，料拢已经饲好啊哈，要等你食料哈，刚好就坐，咱看下水哦。来，快点，好来，大丁呢？哦，大丁叫过来啊！哦，等你食料哈。方向是找到了，但是因为受到风的影响，所以是慢慢啊渡，哦。做，咱这是新电第一卡浪哦，新电第一卡浪，我等你起立哦。来，今麦伫咱的船头，哦，搁个风，哦，搁吹退后啊，哦，
进一步退两步啦，哦，进一步退两步。头前哦，来摄影师吼、哦，看到的搭在水面呢，哦，这阵向台湾豆豆挤过去啊。那个好风，个好风吹来吹过来，咱坐船啊。食了晓得，咱看来止水啊。总共一句就是：为船后飞来船头，啊，这个好风豆豆吹，个吹来船后。起码咱的脚有个豆豆挤，个挤哦，个飞位船头来啊。即马等咧清早啊，聊顺来聊多台啊。哦，为咱船后五点钟哦，右旋五点钟的位置哦，慢慢啊，搁飞来三点钟哦，三点钟的位置。咱即马起的是冰云啊，冰云第二卡浪。师傅方向是拢找到啊啦，但是是因为受到风哦风的影响哦，搁互风吹船后去啊。来，这小花，哦，搭在水面，哦，冲出去啊！跟同一个哪里进就哪里出啊？对呀、啊。好的，那这个。有啦，方向拢找到啊啦，但是因为受到风的影响、那个，所以也豆豆堵了。今麦饲的是冰型第一卡浪吼，咱第二卡浪已经饲好，就要饲第一卡浪。我来准备春节食哦，来春节棍、细棍的吼。我咱今麦飞位咱偏咱东边的方向。吹到向东边吼，吹到向东边，哦，开始打水面啊，开始打水面啊。今麦准备无看到什么鸟啊，哦，来。我再搁背一批过来。我来发现到哦，咱船头的位置，咱即么目前哦，船头是向咱台湾的方向，船头是向咱台湾的方向。鸟啊，方向拢正确，飞的方向哦，方向拢正确，但是速度无介紧啊，速度无介紧。伊即马咱观察哦，伊即马咱观察，阮鸟啊找到的方向拢是正确的。只是速度上，哦，只是速度上有较慢，但是方向持续是往台湾的方向。我们这边快是加清点的第五卡浪哦，这边等了一加水。来，接一大批。哦，为咱船后头头飞过来，方向
方向正确的哦，方向正确的，只是速度上哦，速度上受到东北风的影响，慢慢啊，对台湾的方向。现在我们准备所看到的鸟、应该有拦到我们游船的鸟，拦到我们游船的鸟，船后一大批，咱船啊，这梯顶，这也还一大批，应该是参游船的分鸟拢拦做伙啊。这些人拢最终加好啊，吼，等看时间去码头钓了了，再搁加一加。船后花又搁飞来船头啊。这样快是轻便了、哦、来来回回啦、哦、一群啊飞回船头啊，再有风吹来船后啊，再慢慢啊进回船头去。那我们进去买家的时候轻便第四脚人现在等你加水哦，同款哦，像咱所讲的哦，飞位船头哦，还佫有风，佫吹位船后，哦啊，等下，再佫豆豆子指位船头来。似乎佫有细灯鸟找到方向啊，哦，搭伫水面啊，哦，搭伫水面，哦，搭伫水面冲出去啊，哦，来船后的佫飞位船头来啊。哦，船后的，船后的这大群鸟，哦，搁飞位船头来啊！哦，咱有讲过吼，哦，最可能吼、哦、有拦到咱游船的鸟。咱的水拢加好啊！哦，有拦到咱游船的鸟。分鸟等你休困啦。船后的一直飞向前啊！咱即马时间是九点半吼，九点半。即马速度上吼，速度上有较紧啊！各场的动作哦，包括饲料甲饲水，哦，咱等下右旋哦，右旋的分鸟，哦，速度上有加紧啊。谢谢。啊，咱今日三月初六哦，即摆头下晡两点，啊，即摆等咧钓人哦，即摆底下钓是基米吼，基米，啊，基米钓上船哦，啊，咱只基米钓上船啊。好，来甩尾钓是冰营哦。主人半价到即摆，经过二十多分钟，哦，二十多分钟。咱冰营底卡浪钓。咱的鸟爬方向是对的，哦，方向是对的。哦，头拄有讲过，因为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哦，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啊，即个钓是冰营第二卡浪哦，冰营第二。阮钓是东风，正东风，所以速度上会较慢。冰营第二卡浪啊！持续慢慢吼，持续慢慢。往咱船头，往咱台湾的方向飞去，哦。他那下尾钓轻点底卡浪哦，准备钓船头。好来哦，咱即马来看甲板上工作人员哦，清浪哦，清浪的动作已经拢完成啊。咱这钓是清浪的动作已经拢完成啊。两点钟方位哦，不焦啊，赶快持续慢慢哦，持续慢慢往台湾的方向飞。啊，这块是清晨第三、第二卡浪哦，第二卡浪钓上船。
前后哈，前后左右，哦，好像就小心点点，卡浪背来背去，比较准准哦。但是背方向，背方向是正确的，只是速度上哦较慢。反正就一条新第第四卡浪哦，比较准准。什么？新点第五卡浪，咱准备哦，准备，无啥看到鸟啊。为咱的当兵哦，一点钟的方位哦，一点钟的方位，向台湾的方向飞去，方向完全，方向完全是正确的哦，方向完全是正确的。伫遮哦，利用收报警哦，收报警一点仔时间，搁甲咱的教育报告哦，搁甲咱的教育报告。今仔日哦，今仔日天气是晴多云，晴多云，东北风哦，风向东北风，风力四级，风力四级。小浪，空气温度23度，空气温度23度，哦，今嘛，哦，伫船后，哦，伫船后，向咱的右旋，哦，右旋，当兵的方向，右旋，当兵的方向，目标。是台湾，哦，目标是台湾。